在比较前面的选手或小朋友们可以稍微蹲下来或坐下来，让后面的人比较看得到、听得到。我要看，我要看，我不是在看，我只是观看。好，首先我是今天的主持裁判，我叫博渊。现在我要开始向大家讲解今天的比赛规则。如果对规则有任何的问题，麻烦请留到最后，我会给予大家提问的时间，请在那个时候再把问题一并向我提出。首先，我先询问一下大家，原本的小比赛基本上就是每个月的月长赛，都是以一颗对战胜负到最后。我想先请问一下大家，请问今天的选手们有没有都准备得出三颗战斗陀螺，并且零件都不重复？如果所有人都准备得出来，也大家都愿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正规的全国赛的赛制来进行练习以及比赛。你们都要用一颗而已吗？没关系，因为 正式的小比赛规则就是一颗，所以只要有一个人要用一个，我们就必须尊重他的决定，也不能怪罪他。好，那现在开始。好，现在开始讲解今天的比赛规则。今天大家的选手都要准备一颗战斗陀螺，那使用的零件、配件、发射器等，都必须是台湾 Fanbox 猎鹰国际已经正式代理的相关之款式及配色。那凡是日本的限定版或先行发售品，以及盗版商品都不能使用。那如果待会活动全程有任何违规的地方，我们会视情况给予选手们一次警告的机会，或是立刻失去资格。那警告是全程累积制的，活动全程随时只要得到第二次警告，就会立刻失去资格，这点千万要注意。好，接下来讲解规则。单位比赛先得两分的选手晋级，先得两分的选手获胜。得分方式有以下几种：把对手的陀螺击飞出界，击飞获胜，得一分；自己的陀螺转得比对手还久，回转获胜，也是一分；把对手的陀螺爆裂，爆裂获胜，则是得两分。先得两分的选手就晋级。那今天的比赛，每一局，请注意，是每一局比赛，每一个选手都有一次失误的机会。只要其中一边失误，另一边没失误的话，失误的那一方就会记掉一次的机会。那如果同一局比赛中失误第二次的话，对手就会立刻得一分。如果还在同一局比赛继续失误第三次，对手就继续得分，依此类推。那失误的范围有过早发射、太晚发射，或是发射时候卡在发射器上，或是你一发射就直接在这个竞技场之外，那我们就视为失误。但是如果你一发射就直接到场里，直接到击飞的区域，这个击飞区域也是视为竞技场的内侧，所以一旦发射到那里，也是直接击飞获胜，并不是失误，千万要注意。那如果是同时失误的话，我们会视为平手再来一次，并不会各加一。好，待会比赛的全程，请选手们都不能触碰到擂台，也不能触碰到桌子，也不能碰到竞技场。以及比赛陀螺在场内分出胜负之后，即使胜负再明显，也千万不能自行取回里面的陀螺，只有裁判才可以拿里面的东西。那比赛结束之后，裁判会帮你拿起来还给你们，千万不要自行取回。如果有过早取回自己陀螺，并且干扰到比赛的进行或判定，我们都会视为重大的违规，这点千万都要注意。那比赛的时候，发射器、握把、手、配件等都不能超过竞技场的一半，只有拉条式发射器的拉条可以超过。那即使超过触碰到对手，也不会违规，也不会影响到射击，这点千万不用在意。好，规则上大致讲解到这边，如果漏掉的地方，我会随时再进行补充。
那这里继续讲解下一个规则。有些陀螺的零件本身具备着变换模式的功能，或者是你有安装站环，随时要拿下来，也算是变换模式。那在每一个回合开始前，对双方亮出来正背面确认，确认好之后，你可以考虑是否要变更模式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不要碰到那个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向裁判提出我要变换模式。经由裁判的同意之后，裁判会请双方选手背对背。只要其中一个人提出来，双方选手背对背的时候，就都要各自选择这个回合自己要用什么模式来进行对战。决定好之后转回来，一样要再亮出来正反面确认。那直到下一个回合开始前，都不可以再次变更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回合只有一次。只要其中一个选手提出，两个人都要立刻决定，以此类推。好，请问对今天的比赛规则有任何的问题吗？没有。好，再询问最后一次，请问对今天的比赛规则有任何的问题吗？没有。好，以我的手表为准，现在为2:15、2:18的时候开始唱名叫号。18分的时候，我会开始唱名叫号码牌。那请叫到号码的选手，请带着你的号码牌以及比赛用的那一颗陀螺。请注意，不要带着一整个背包，不要带着一整箱。如果你要带进来的话，请你手上就握好你要出赛的陀螺。请带着一颗跟发射器不限数量，然后你的号码牌，请带以上三样东西进场到指定的位置。好。那请各位现在先去准备今天要比赛用的陀螺吧。那请家长们可以注意一下，我这里有事先画好表格以及抽签好顺序。今天的比赛为17人，有一名选手是种子选手，第一轮少打一场。那请各位看一下这边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家长可以拍照下来，以便知道自己会在哪个回合对战。那请各位还要注意一下，活动全程请都不要触碰到我们的栏杆还有红布条，不要触碰到我们的栏杆和红布条。我们要尽可能让参赛的选手有更多的发挥空间。哪一个？叫号码选手，麻烦请由舞台的两侧进来，请不要从喉咙下面钻过。变换模式。牌子不丢掉哦。